别墅还有私人豪华泳池，看完我也想整一个。视频刚开始，小哥在野外选了一个地儿，随后便开始了操作。不一会儿，地上就被小哥挖了一个洞，而且随着小哥不断深入，地上的洞也开始越来越大。不知不觉中，地下已经被小哥掏空了，一会儿地下就有了这么大的空间，而小哥却一直没有停下动作。把里面的土清理出去之后，小哥又在洞里凿了一个方块，而那边小哥又对着土墙开始操作。这一会儿，地下别墅就快成型了，看起来这地下宫殿真是有模有样。出来之后，小哥又在地上凿洞，那边小哥又拿出自制的水泥，在挖好的泳池里开始不停地涂抹，一会儿这个豪华泳池就算完工了。紧接着小哥开始往里面放水，这个豪华泳池把小编都看懵了，没想到在这地下竟然也能洗澡。最后小哥还一边吃一边享受，好家伙，把小编都给看饿了。吃完之后小哥还跳进去游了一圈，这一次小编真的是服了。